好，我喝酒了，我醉了。这个是黄明志大哥教我的。为什么我会喝酒来拍影片？是因为如果你们近期有看我 IG 的话，你们会懂我的一奶茶店已经被骗走了，有涉及到几千万的欠债，还有很多黑社会，还有外来的追债者来找我。所以我喝酒来拍这影片，是因为我不懂他们会对我做什么东西。和这个骗子骗走我101的奶茶的人，他会不会把用法律上的方法来对付我？这个事情也过了差不多有2个星期，所以我在这边要先跟大家讲，近期我受到蛮大的压力跟外来的问号、误解还有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影片说讲解完整个我101被骗的过程和整个事情的经过。我会用 Q&A 的方式，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回答你们所想要知道的问题跟资讯。我先说近期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人叫做 Atim，就是我们认识他名字叫 Atim， 然后他真名叫做 Dan Indek， 他用我们的101名字在外面借的阿龙，就是用我们公司名字去借钱，而使到很多外来的追债者来找我，和有用恐吓跟威胁性的方式来找我，所以我今天必须要把影片给跟大家说跟交代。我可以先说101奶茶店现在已经关闭了，为什么？待会我会一个一个回答你们。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跟这个人合作，和为什么我会认识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认识他。我认识他是从我的前老板林尚进那边，以前阿 Tim 当 Indek 这个人称为他是美图总代理，所以他借用这个名义。我不懂他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懂，到今天为止我也不能确实他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是从上进18年的12月的时候，他12月还是11月的时候，他有给上进工作美图的业配，然后我就从那边，那时候跟上进打工的时候，我就认识到这个老板。那时候很少交流，据大家所知和据我所知，我们都很常聚在一起喝茶吃饭的，他也跟我们的关系是挺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慢慢的博起我的信任。所以第二问题是他哪个方面会给我那么相信他，跟会跟他做合作做生意呢？第一点有可能可以这样讲，是有可能我本身没有去看好一个人，然后我也不懂做生意的模式是要用什么方式。就因为他，我本身来了吉隆坡也差不多一年多，好像大家好像很高兴认识到老板，然后老板又给我们机会说，哎，问我们说要不要一起做生意的话，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做生意跟很容易谈得来的人，所以我和 Jun Yu 我们两个人是首先是跟他一起说要合作做这个101奶茶的。所以那时候他给我的想法就是说，哇，我终于有一个生意可以给我做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合作了，做了这个101奶茶。但是前提，这个101奶茶出现前呢，本来是说101奶茶是要跟美图结合来开一家店的，所以就是说有可能一半是美图一半是101，所以那时候的我们就觉得到，哦，有可能他还想要做这种比较有趣的 concept， 过后他就改变说要叫美图101还有 airbag 还有 ribbon 的耳环，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大家都有机会做生意，所以就我们有这个的共同点，然后我就这样子的慢慢的就谈起了这个合作。然后为什么我会相信他，是因为我不懂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有打算要骗我们。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对他的信任，是因为他给上进拍广告嘛，他要给上进工作，就代表也是有给我工作，就他出钱和他的打扮外表跟我们有去他的家那些的感觉，就是说好像都没问题啊，都是一个很普通，就是一个普通老板，然后有钱，坐好车，吃好的，玩好的，然后穿好的。那个方面，那他对我的态度跟对我的表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他不会给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骗子。我们就慢慢的就建立了这个信任，然后就开始做这盘生意。好，我要喝酒，我很醉了。第四大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从怎么认识到为什么信任他，到为什么我们做生意。一方面是说发觉到这事情开始的不对劲，是因为前一阵子大概就是去年的11月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店都忙到七七八八，然后我本身有可能我很傻，也可能我没有做过生意，也是第一次做生意，我没有跟他签到任何的
black and white， 所以其实上我也不能算说是一零一的老板，因为大家都是口头上的协议，然后我们的就继续这样合作，然后他就要我在外面，他的方式就是好像哦 ，Karen， 你就哦不用紧啦，你就去做你的广告啊，你就去拍照片啊，叫朋友来这个店喝啊，什么什么，他就口头上协议说你算是形象代言，然后我就给你一部分的股份，他就说啊，你就是一零一的奶茶老板，然后你就去外面找多些朋友来投资啊，怎么样怎么样？我本身就在外面有招了几个朋友，就是宇杰，因为我放在我的social media， 然后他看到说我有招收代理和招收投资者，所以他有兴趣，然后我有介绍他给这个人这个骗子 Indic， 然后他就跟他们签了合同，还有 Dr. Joe V 还有 Paul， 他这三个都是我找的，然后他们自己本身都有去签了合同，所以我很抱歉，对他们很抱歉，和对大家都很抱歉，说我没有看好这个老板，没有看好这个人，然后就介绍给大家了，害大家浪费了这一笔资金在这个投资上面，我真的很对不起大家。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圈内人上镜啊，我啊，大家都很认识美图老板这个 team 这个人这个骗子，然后大家都对他的形象都没问题，因为就看不出他是一个骗子，所以我们就继续合作。到怎么样开始发现到有问题的时候，就在于十月尾的时候，他开始有跟我借钱，我不要说借多少，我们就说五位数的钱，然后他就说他有周转不灵那些东西，然后因为我是投资者，他说他有问题，然后我们就以很好朋友来借他这笔钱，然后我本身也是没有借过人那么大笔钱，借了那笔钱过后我也没有去催他，然后有直到一两个星期后开始慢慢我身边的朋友开始问我，好像Dixon 啊，上镜啊，就身边的网红朋友开始问，喂喂阿 Tim 这个人这骗子有跟你们借钱吗？我就都坦白跟他们说，可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起到任何疑心，就觉得到有可能他真的是有需要到钱的问题。大概在12月的时候，有几个投资者就开始我们有疑问说，喂，为什么他到处都跟那么多人借钱？我们也不懂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有很多疑问，我们就问对方说他用什么方式来跟你借钱，他用什么理由来跟你借钱？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很不对劲，是因为大家他用的理由在每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开始觉得到有不对劲，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开会才懂他在外面有欠了那么多钱，慢慢的就有外面的黑势力，还有些其他在外面有欠的债的债主开始来打电话给我，就在12月尾的时候和1月的时候就开始很多人打电话来说，哎，你们懂你的谁谁谁就那个 IT 骗子在那里啊，他说你们他骗了我们他借了多少钱多少钱，说为什么他用你们101来抵押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找他，他还用很多就是 team 还用很多理由来覆盖就是盖了很多理由，我们开始担心，然后尊佑也开始一直打电话给他，他不接，然后得知他在外面有在澳门柬埔寨都有在赌，还有云顶没有错，他在赌，然后赌得挺大的，然后他欠了蛮多钱，然后在外面也欠了很多人钱，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有去调查整个事情，很遗憾的说他真的是跑路了。我跟尊佑就赶快的开车到任家润他的老家去寻找他的父母亲来问个清楚，爸爸已经说他已经跑路了，也跟我们说他在外面欠了很多人的钱，就这样这个人当 Indic Team 就失踪了，他也卷走了我们的101公司的全部人的钱。怎么说全部人钱呢？就是说我们的公司的账，因为有可能就是我跟尊佑和大家的疏忽，我们没有去好好的问，因为我每次去追他的拿账，他都每次都用很多理由来拖我们，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机会看到账，所以他把我们101的账全部转走，上几个月的钱都转走，所以我们101就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因为我们就有去问租这个地方的owner， 他就说Tim 这个人已经从10月开始已经欠了房租，就是物租，从10、11、12到这个月1月，已经4个月了，4个月的店租没有给三个四个月的
水电费也是还没有给员工的两个月员工费。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已经很早之前已经出现有问题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他在 handle， 我们都不懂。因为我的方面只是在做打广告啊、去 PR， 然后去跟好像叫网红朋友过来喝喝茶这样子，所以还要去打拍点 YouTube 啊、做点宣传，所以很多账务的东西跟我没有去好好的跟进，所以这是我很大的疏忽跟漏洞，所以很可惜。因为101现在的地方太多有外人追债者一直上门去打扰和做一些会让我们的员工生命有危险的东西，所以我们被迫要把101关掉。第一，我们投资的钱已经把这个店做好了，但是 Tim 这个人已经把全部的资金转走，我们就不能给物租、水电费、员工费，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边当然方面都几十万、十几万，所以我们也无法再经营，也不要去冒险去经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员工跟店都不是怎么的好，所以我们都大家股东们都决定把101暂时关掉，但是后续我们还不懂还能怎样做。因为这事情的发生，从他跑路到我去写文章出来过后，撇清文过后，陆陆续续有很多国家的追债的都找我，也不是说找我，就他有用我的名义跟101名义在外面跟人做生意的时候有说上和借抵押上，就是说好像说哦，我可以借钱说哦，我马来西亚开一个奶茶店，他们谁谁谁是我的伙伴，你就打给他们，然后他们就直接联络我说啊，这个骗子的 team 已经跑掉我了500多千美金，他跑了我几百千，这跑了200万台币，他跑了2000万台币，他跑了我100千马币，他跑了50千马币，跑了我说，就整体上他在外面也骗了不少。用了我们的101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来抵押和做很多我不懂的东西，所以整件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子。就从一个美图老板得到我们的信任过后，他就从我的身就从我跟 Junyu 的身边下手，他懂我们两个人是认识很多老板跟投资者，所以他懂我们很喜欢交际，所以他懂我们很想要这个事业和这个生意，然后他从我们这边下手，加上我们两个人没有好好的去黑白字的写好任何东西，我们很可惜的就这样子被他骗走了我们的钱财跟名誉。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教会我很多的东西，就是每做什么任何生意还是做任何东西，就要把话说得明明白白，把人看得清清楚楚，口头上的东西很容易会出差错，跟人都会改变。所以在这里我也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感谢那些投资者和投资101的伙伴们，我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把101做回起来。可是暂时后我们是把101结业先，因为资金方面、名誉方面还有安全方面，我们都要想到大局为先，所以我们就暂时的没有营业。我非常的很不安和情绪很不稳定，就在于为什么他要这样，为什么你啊 Tim， 我知道你现在应该有看着我的影片，我不懂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来陷害我和我们和大家，和要骗走我们那么多钱。如果我要把整件事情的钱算好吗，我们说我们从你个人借骗我们的店，在外面借的钱跟你在外面赌的钱，至少还有外面欠很多生意打电话给我的，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有可能是假有可能是真，家家买买都有1000万，至少都有1000万。我不懂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动机来对于我们全部股东跟你做生意的人，我们那么信任的你，我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个交代，和你回来马来西亚把钱还清。这个我知道有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那么多钱。因为让我得知他在外面，在澳门，在云顶，在柬埔寨，都是有频率的在赌很大那种，还有借了很多钱。我也不懂他现在还有没有用我的名字和用101和用我们的股东任何的名字来做抵押和做任何的口头上的协议。所以我在这里要做这影片，是因为要保护大家合作过的全部生意伙伴的一个保障。
我希望你们明白整个事情来龙去脉。据我所知，他这个人啊 ，Tim 这骗子，他本身应该没有错的话，可能还在柬埔寨当中。因为我 po 出那个文章过后，他有主动在面子书联络我们几个股东。微信联络我们几个股东，叫我们放过他，然后我就叫我的一个股东，他的朋友会做 IP address tracker 的，然后我就发给Tim 这个骗子，然后他就按进去那个 link 了，就我们就 track 他到他在柬埔寨，但是我们具体他现在没有跟我们任何人联络了，我们也不懂他在哪里。如果你们有见到他这个人的话，你们请赶快联系我们，还是报警，因为我股东们还有很多跟他合作的生意伙伴，还有借过他钱的人，已经大家都去报警备案了。没有错的话，他已经是被黑名单在马来西亚。如果大家看的话，请联络我们，我们会用法律来制裁他。这个事情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就是说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真的是我太傻了。我希望大家你们在外面如果有朋友亲戚还是怎么样的生意上的合作也好，最好要有黑白字的签约跟律师的盖章和任何就是有法律上可以证明任何东西的，最好做好它。因为我还有几个股东都很可惜的，大家没有签到任何的黑白字，然后这里也是让很多投资者跟外人跟外界跟他有牵扯的关系的人怀疑我们是不是跟 Atim 是同谋的。所以这边我是跟大家说，做生意要很小心，然后有钱财的纠纷最好全部的 black and white 做好，不要太轻易的相信别人，你不懂他会想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就是那时候我的信任跟相信，我选择了相信他和用口头上的协议，然后我们继续做了这个生意，到今天有惹上那么多不应该惹上的麻烦跟压力跟损失。非常可惜的说，101是不能继续的经营下去，但是我们股东们全部说会再想办法把101再用，我不懂还能用怎么样的方式继续下去，和还是你们留言给我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它继续的生存下去，还有用什么方式把Team 找出来，这骗子找出来。我不懂，我现在很迷茫，是因为我前阵子从他跑路那一天到这两个星期的奔波，大家有很多黑社会、黑势力、警察、债主、生意合作伙伴，有用种种方式来就盘问我、询问我、恐吓我、威胁我，和用很多方式来对付我。在很多人眼里，我就是101就是我，但是这个骗子在拿这个名字在外面的乱乱使用，跟用拿这个公司在外面借钱和做任何东西都我们全部人都不懂，所以有造成到我生命上的危险跟压力。在此要跟大家说，我跟 Tim Dan and Day 这个人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在外面有欠和任何债和做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到我，因为他是他，我是我，他在外面借的钱完完全全我不懂。然后也希望你们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和让大家警惕，希望大家自己也小心。然后这个事情后，我希望我还能继续让我未来做生意的投资者们、股东们得到更多的信任，因为我懂这个事情让我的事业、我的信任、我的信誉，还有我生意的信誉会大大的被社会减低。11月26号才开张，我们1月中就被迫关闭。今天影片应该到这样子，然后我希望你们大概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我想说的、我想表达的东西。因为我本身的情绪近期都不是怎么的稳定，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其实我还很相信他，直到他开始在我们的朋友的身边挑拨离间，然后又用各种方式来陷害我跟我们股东们，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对他这个人有特别特别特别的反感和懂他的手段。然后希望大家你们自己也要小心一点，然后请留言给我知道有什么任何方式还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些事情，还有如果你们真的看到他，请联络我们，我们想要把他找出来，用正当法律的方法来制裁他，还有把钱还给我们。说真的，我这些全部的钱都是我们全部人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分一毫，也是我第一个生意就这样子被骗走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想，但是给我来讲是一个很心痛、很失望、很自责的事情。
今天片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看，还有明天就是农历新年了，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下一期见。